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《汽车总动员》的新玩具。货柜车开过来啦，把门打开。这辆红色的汽车是闪电麦昆，把它放在这里吧。这辆绿色的汽车是芙蓉，把它放到货柜车上吧。这辆小汽车它是黄白相间的，把它放进去吧。这是一辆油罐车，它是蓝色的，把它放进货柜里。这是一辆48号小汽车，它是紫色的，把它放在这里吧。这是一辆小汽车，它是300号，把它放在下面，把门关上。这是4号小汽车，它是蓝色的，把它放在这里吧。这辆汽车是板牙，板牙好酷啊，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上。这辆汽车是蓝色麦昆，把它放在这里吧。这辆汽车是黄色麦昆，把它放在上面。这辆白色的汽车是90号，把它放在左边吧。把门关上喽，货柜车准备出发。路过消防局，到了，打开门，蓝色麦昆下来喽，黄色麦昆也下来了，还有板牙。4号汽车，90号汽车，把门关上，把另一边的门也打开吧。芙蓉从上面下来了，48号汽车也下来了，还有闪电麦昆。黄白相间的汽车，蓝色的油罐车，300号汽车，把门关上，把车开走喽。